怀念以前在地城冒险、踢罐子、刷装备的日子吗？这一款有着浓浓暗黑风格的单机手机游戏 Animal ARPG 可以让你怀旧一下。目前共有三名职业可以选择，拥有额外物甲和魔抗的近战斥候，善用传送和范围法术的巫师，以及经典的远程物理职业弓箭手。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天赋数，玩家可以自由配点，投资自己喜欢的技能。另外，当人物升级时，玩家也能够自由配置属性点数，玩出属于自己的风格。但也别胡乱配点，许多装备会需要角色拥有一定的属性点数才能够穿戴，可别等到刷出了传奇装备，却只能忍痛售出哦。